我们四个同场的就很少，然后一开始就是先紧着我和小黄拍，然后就是一刚开机就是磕着我俩拍，就从头从早到晚，就是对，然后到后来慢慢的他们也进组了，然后大家一起，只要是一起拍的戏，哇，那个吵，然后大家一起那东北味儿就出来了，对，就开始闲聊，各种闲聊，对对对，我们拍摄氛围还是非常轻松愉快。打游戏，打游戏是最长的。是的，对。我们每天早上化妆时就开始打游戏，改装我们四个都是就是游戏发烧友，就是王者峡谷剑。对。其实我很久不玩王者，我是因为他们才开始用，对，玩起来。那四个里面谁玩王者是带着大家飞？小黄吧。我带你们飞。飞了那么几次，然后又掉下来。小黄大胆飞，我们永相随。对。往这边啊！好嘞，那先分了我们俩，好了，再见。你们这样的，我们俩吧。那就是我一下话筒了，对，可能播不了，可能有点，带这点马赛克，我们两个的话是有一些，好吧，就是妨碍咱俩的话是主要妨碍大家磕这两个戏。大家容易跳戏，说哎，那你该磕谁呢？好嘞，花好月有圆，番外枝，郡主与卖艺女的禁忌之恋。哦，戏里还是观众里都是。这个别玩娃娃去，瑶瑶。好，是想你不是一直想离开这里吗？等我办完这件事，我就跟衣服亲密了。我金盆洗手，然后带你离开这里，去你最想去的地方。哇！当时他在现场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快哭了。就是，而且他说的比这个深情多了。他说：“你不是想离开这儿吗？到时候我就金盆洗手，我带你走。”我当时，我的妈呀！然后我的刚好跟他，我想出来那句刚好跟他呼应，而且我在剧中总是说这句话。就是我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去哪里都行。然后我每次在剧里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说完之后我就这样，但是我真的总是说这句话，真的。你这样我想起来了，那一场戏啊，哪一场戏啊？我被司徒林五花大绑套着脖套，套着脖套，然后你被他从脖子那拎起来，那个铁链啊，两头的那个，没两头啊。没想到中间有一个深情对望，然后我那个眼泪汪汪啊，就是你俩老乡见老乡吗？就是不是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歌词大意就是，好，那我们两个就死在一起吧，你不觉得就很甜吗？就是真的那场戏。无法言传，只能对讲不出来，真的，你让我讲那场戏真的特别感动，然后整个可那啥了。我觉得我们最甜的时候就让观众自己看完之后，让观众来找，对，观众觉得什么时候是最甜的。是的。